怎么现在就烧水了？烧水就要准备杀鸡，因为今天国庆节，光哥说来我们灵山玩，呵呵，所以呢，我就在准备一下，不知道他们来到了没有？等一下他会打电话给我的。好了，打电。光哥他们过来了。到了。到了。哇，我刚想烧水呢。过来。Hello。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哇，不用带那么多东西啦！经常是啊！哎呀，光哥那么多客气干什么？九哥在哪里忙啊？现在九哥还在对接很多事情呢，稍等一下，他就过来了。先对一下吧，我在烧水呢，在为你们杀鸡啊！来来，先过来坐。不用客气的，不用客气。你们坐一下，我要还有其他的菜还没有搞好啊。我们一起嘛，一起快。不用了，不用了。过来都是客人呢，我烧出来的菜不当做自己是客人了。稍等一下，会有更多的给你吃的。流口水了，是不是还没有吃早餐过来啊？吃了。那个是鳕鱼，那是鳕鱼。我来这里，他死了，他要我帮忙，我舍不得公哥帮忙，帮忙，因为光哥这个是，手嫩皮肤滑，我哪敢舍得你下去啊？那边章鱼。我说过来，你以为我开玩笑是吗？对呀、啊，一从来不开玩笑的，我们开玩笑的，真的。你看我为了过来，特意穿的这么好的皮鞋过来。我也为了你过来，我专门把我前三年前买的。本来我是平时是穿我那个。今天是国庆节，然后呢，我们就来九妹这边学习，也当做旅游。那是最好的学习的一天了、啊、我也希望光哥经常过来提早工作准备带千玺的哎呀再跟你说的这个水老烧不热啊看来今天烧不热的话就不用杀鸡了哦，这个水就到这里流出去是吧对啊这样水锅的话一刷刷刷出去就可以了不用敲啦这个是真材实料啊看错了看花钱了真的长得不像真的要包很久了对要包大概是包几天的第一天的话要包几个小时然后呢第二天还要重复着包然后它就会变黑了、你看这个要放骨头下去包才好吃的哦，很吃味的哦，这是发糕，配料不是不是是萝卜白萝卜熬成的萝卜干啊，先吃了吧，来灵山这个土特产的萝卜能吗？不是，有口福了，很好吃的，我们灵山最好吃的一种咸菜就是萝卜跟那个黄瓜碎，是我们当地的最有名的一个咸菜。抓鸡回来了，因为我叫唐大哥帮我抓一个鸡过来，我在这边等着。哇，大眼睛哥啊，有口福了吧？哇，这鸡很老了哦。你看那张眼，你看都是在山上爬的。啊，养了多少年了？这个？这个的话，养300多天。哇，看那个脚那个东西。要看这里的话，要看这个时间证明的。没有这个时间的话，是绝对没有看到这个脚是这个样子。对，一般的人我不杀，只要光哥来。哇塞！太有口福了，好瓜。来，吃点水果啦。
看一下东西来。两个半，老板啊，我知道，没有的。哇，这么甜啊！这个已经我来到这里就是当着自己的家，看到什么我直接的吃。关哥，你不留点肚子，等一下吃九妹的土鸡。还有这个也要吃，还有海鲜啊！我留点肚子吃土鸡。刚刚喝了水了，行了行了。这个是葡萄，很好吃的，试一下。我吃了好多次了，试一下，真的很好吃，好甜。再尝一下我们家的大红薯吧。好吃。看光哥可能是昨天晚上开启煤气罐了，就轮着自己过来了。真的来的。前天我打算来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吃了。很老实啊，前天开启就开始减食了。来这里大吃一顿。两个在这里卖，我要回去抓紧时间把这个水果摘出来。刚才卖了好多。8000斤，叫我现在马上叫村里面的人去摘一点水果。我现在就回去摘水果给那大老板了，留下两个小孩在这里卖。我来摘了，我们村的婶娘已经来到了，他们花季已经慢慢的长出来了，所以必须要把这个水果全部剪掉下来，要不然就会影响到下一年的成果了。我就要来尝试一下，给你们看看，现在这个时期水果是水分又足，而且甜度非常的高。里面的水分又足，很足的，你看，你咬下去满嘴都是这个果汁，非常甜。
抓紧时间摘水果给那老板，因为8000斤也不是小的数目哦。如果大家喜欢吃这样的物干的话，就抓紧时间到九妹家来吃。喜欢九妹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